尹之維事隔兩年終於都推出新碟，主打歌《潛規則》就講述時刻的男性背叛女友出軌的經歷。阿子維啊，咁你又點睇偷食呢？我覺得今時今日咧，即係男女關係係點講好呢，唔係淨係男人會有呢種諗法咯。我覺得其實男女都會有同感。如果係咯，即係喺一齊耐咗，其實都覺得自己有好多問題咯。自己會試過偷食啊？我唔會咁樣偷食嘅，我唔興玩呢啲遊戲嘅喎。唔興嘅。唔興㗎。即係你自己係一個專一嘅。我係會比較中意誠實咯。哇，講到自己咁誠實，咁你有冇試過發現你嘅另一半出軌啊？有呢樣嘢反而有。個情況係點啊？嗰陣時？check 到佢嗰啲 message， 定係真係親眼目睹？我親眼目睹都冇試過，咁因為真係幾激喎。其實我都幾想試下，但係中間再床啊！哇！即係你電影嗰啲電影嗰啲情節啫嘛，忽然間開個房門，開個房門，忽然間嚇你哋喺度，即係嗰啲幾得意嘅。但係自己嗰樣就未試過，但係都知道身邊係有人偷過食過。哦，咁你點啊？嗰下個反應？我冇反應㗎。冇反應，即係唔會即刻話分手。其實講翻轉頭啦，即係其實嗰樣嘢。即係你話偷食呢樣嘢，我又真係唔覺得嗰件事係個問題咯。個問題係佢點解要偷食？但你嗰時都嗰一刻會唔會好香？咁呢啲情感當然試過啦，但係消化咗之後，你咪明咯。咁你咪知道其實有好多時即係人嘅需要咧，即係你去到再深一層嘅一啲需要咧，係好難捉嘅。